年有12个月，奈何2月有28天，所以这窝的崽崽呢就提前满月了，但是体重呢还是不够格的。下面给这些小崽崽称个体重吧。第一位小崽崽的体重是43克，这个体重还达不到发走的标准，所以你就继续混吃混喝吧。第二位小崽崽黑黄波，看一下他的体重是42克，你这个体重也不能走呀，这一窝唯一的黑波，这个体重可能是最轻的了吧。总体来说，小崽崽全都不够格呢，所以请各位家长再耐心等待几天吧。记得点赞关注，爱你哦。